现实版豪门虐恋 B 小说，陈百强和超琼两人因戏结缘，当红歌手与赌王千金，看似佳话，实则不配。因为何超琼更是赌王指定的接班人，在父亲的介入下，女方另嫁他人。陈百强作为好友出席了何超琼和许晋亨的世纪婚礼，此后陈百强一直郁郁寡欢。婚礼的第二年，陈百强宣布退出娱乐圈，整日借酒消愁的他，因为用酒服药中毒，抢救无效，享年35岁。而已婚的何超琼不顾旁人的反对和世俗的目光，坚持要为男方扶棺，泪洒当场。你送我出嫁，我为你扶灵。后来在采访中，何超琼回忆起陈百强说：“如果当时两个人都勇敢一点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”何超琼至今还带着陈百强送给自己的珍珠耳环，一个珍珠耳环见证了何女士从轻松少女到叱咤风云的商场精英。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